早上好，现在开始上课。我们现在做103的第一段。预备式。提示，蓝雀尾的左盆，开始吧，刚刚镜头对的不好，对了，预备式，起势，蓝雀尾，左盆，右盆。雨，
先做一遍，按照我们套路的方向，刚刚做了套路的方向，做一遍。报五一三，再回来了，三年当时是高调，现在不是，现在叫周底锤子的，又涨。现在我再做一遍，我们现在先把方向定一下，南、东、东北、西。方位确定了以后，就可以做我们的拳了。报虎关归山的案，纵行后移，周底锤的。重心后移，提起左脚，左转45度，跨足，横左臂，眼睛看着西南方向。
右脚的方向在西南方向，重心后移，托起左掌，击打右腿，好，下面把步伐做一下。现在我们从东北方向重心后移，放平两脚，左转后右脚135度，身体一直转到看到正西，回折到正东，也就是说回折135度，眼睛现在看的是正东。提起左脚，右臂不动，左脚向西南方向踏出，横左臂，弓腿。重心前移，提起右脚，左转45度，垫步，右脚，现在两个脚的方向一样，都是指向西南方向，重心后移。提起左脚，脚杆着地，屈十步，好，这个步伐让同时抓，我再从这个方向。现在是东北方向，哎，肘底锤的转动式和单边的转动式一样，转，抬起了左脚脚后跟，转了225度。回指，坐右掌，回指180度以后，坐右掌，横左臂，提左脚，左转45度，向东南方向踏足。弓腿，左转，踢右脚，握右拳，起左脚，摆到一条线的两侧，啊，一条线的两侧。再说一遍，
体上的双向的，从这个抱骨归山的岸，现在是西北方向。转到正南，转了225度，折回来180度，提起来左脚，弓腿。提起右脚，转身垫步，重心后移，左脚杆着地，70步，托起左掌，及右拳，平及右拳。好，下面再说一下步法，再说一下手法。两臂放平，掌心朝下。将两臂平的撑圆，转，哎，转这225度了，掌心没有变，回转回来。坐掌，弓腿横左臂，握右拳，提右脚，左转，重心后移，提起。左脚，脚跟着地，正前落下，托举左掌，向对方的腋部击右锤，击锤的时候呢，它是腰带上。这样子就是平的转，平级及对方的对方人在这儿及他的腋下啊，就是我先将你裹起来，你在进攻我的时候，我先托起你了，再给你拳，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周底锤，这个锤了要低于左肘下方啊，低于左肘下方，要从这个方向做一下。重心后移，转，提起左脚杆，225度，
垂直180度，横左臂，左右掌。你看现在他的右掌是手指向上，啊，手指向上，重心后移，右臂不动，同左腿，眼睛平视，横左臂的上方，重心前移，左转，左转，握拳，托举，脊椎，眼睛平视，正前方。再做一遍，从步伐上，一，扣右脚，将近要超过135度，回折，将左脚脚跟提起，这是步伐上的第二步。第三步，提起左脚，向现在的方向踏。是弓腿，转过来，提起脚，脚前脚掌着地，踩稳，脚的方向，是东南方向，现在面向正中，好，刚刚说了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方向的把它弄清楚。南、西、东，由西北方向按转，肘底锤的转动式。扣右脚，扣到正南，眼睛看到正东，回直，横左臂，左右掌在正西。重心后移，提起左脚，左转，东南，向东南方向，就和挤一样，弓腿，横臂。向正东方向，
佛所长即又随，纵行后移，两臂撑眼，转回折，鼻左脚左转，第三，所以这个全面的，它是全面击打对方的腰以上，也就是腋窝下方啊，腋窝上下方，左掌呢是将对方左膝，就是对方打来我的，打来我的手，比如说对方是用左臂打我，我托起来再向他左腋下击他一锤，但击这个锤了不是这样子，而是腰带上形成一个半圆，以腰为轴，哎，以腰为轴半圆。下面呢，看看我们能不能一起做，哎，套路方向。套路是按在这儿，大家呢都做下这个方向，就是说按向西南，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方向呢和我一样，好，纵行后移，越后移啊，将两掌置平，掌心朝下，左转，扣右脚135度，身体左转到正北。右转到正南坐掌，提起左脚左转到从北，面向从北，从北纵行前移，提起右脚再左转，垫步右脚指向东北，纵行后移，托起左掌，提起左脚，脚跟着地落下，即平即右锤啊，即右锤了，要用这个啊，全面托起来啊，将对方托起来，要平，要平即啊。
们从各个方向做一下啊，从各个方向做一下，也就是让各位呢将各个方向都搞清楚。现在看于东北方向，转转转，转到正南方向，回直到正北离，左右掌，送行后移，提起左脚，左转。到西南，西南，拱腿面向西南，左转，落右脚面向西南，重心后移，提起左脚，左脚面向正南。左脚朝正南，击锤，刚刚是从东北西北，现在我们再从西南方向按出，看是这样坐着啊，提起左脚，横臂弓腿。左转，好，有什么不清楚的？这个比较复杂。